记忆如尘，你帮我尝尝这个糕点做得如何啊？嗯，很好。季如尘，我帮你上药吧。嘿嘿。哎，别乱摸。季如尘，我们喝一杯吧。不要。婉婉，叫我一声夫君好不好？季如尘，你起开啦！季如尘是我的夫君，那给他做一只荷包也没什么嘛。就鸳鸯好还是连理枝好呢？主任，我回来了， bug 的原因找到了。这个故事的男主觉醒了，而且往事记录显示季如尘曾偶然到过藏书阁，这个故事的书册被动过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原剧情结束，你被绑上城楼，季如尘中箭受伤时。今晚我们成婚吧。你不是痴恋我五年，如今得偿所愿，你不开心吗？我喜欢你。我在，别怕。将军醉酒后很安静，好色好极了。将军的功夫对付素雪那样的女子居然受伤了，太不可思议了。抖音